静静的看啊，静静的看，看人家怎么领导，搞出什么。没关系，看不起。不会画，要会欣赏。应该认识你好。是。这鱼吗？三的。一定是三。下次就是这样静静的调。静静静静的啊。就像欣赏风景一样，静静去看啊。欣赏。就是这就是一片的风景。
这张画完了以后哈，我要讲的话。这张好像画的特别漂亮，第一张和第二张，这张最漂亮，我这张最漂亮。画这张最漂亮。嗯，而且还是最久的，也是最久的。那你不错了，那你不错了。也是最久的，哎，这是蛮漂亮的，都是画画的最满。人家总是有问这个。讲。好，咱们也是也吃好了。老师的名字。什么？青山绿水。有绿水。只有绿山。绿山银海。有绿山。一棵树怎么算？而且是快枯掉。我这个最后这张山水画呢，我就把它记了出来，我是在立大奇人画的这样子啊。好啊，太棒了。哦，那今天我想先示范到这边了啊。那我有。